他奉上将军之职，谢千岁。昔时急乱无功，其功非小，明日早朝，主上将军护送进宫，择日册封。范大夫，请过王林。哦，请过王林。哦，范蠡，请过王林。下官有言奉告，相为人臣者，当尊王林行事才是正理。范蠡，字阮明白。范夫，你我追随之功20余年，今日国土重光，正好同享荣华。这同享荣华正是大愿日赐。王林在身，不敢停留，就此告辞。奉送。哇。
公即追，为何今日传下王令逼你进宫，分明是刺散你孤人将强人所难。这边如何是好？哦，不遵王令。小苦必须先顾万全之策才好。我早有打算，你却朝半归阴山林，历代怎教？你却朝半归阴山林。当初之功命你送母日午，你为何临尊王令？乃是牺牲小母成全大事。今日济公命你送母日供，你为何不尊王令？乃是言而有信，不欺故人。如此事来，大夫愿为心事抛弃这锦绣前程，功名后路磨。是你日粉土，富贵若浮云。我甚至只供其人，只可供患难，不可供安乐。我情愿与方亲归阴山里，不受限劳，不受限劳，不受限劳。嘎费力费老鸭我立个舒服个鼻子说你压力费老鸭怕亲信家底送来思想什么说是今早一早要用手人不告诉我到啥个地方去我想说是要去不想吗要个许多东西做啥呢？一定是白老鸭要为我释放，得为我释放。不去管理，让我到水浪去等白老鸭醒来毕了。
老爷，我了老等来半日子。大量富生晓得在。让我吊住个石头开石站，引招大火。海老爷与您来战，不转船头，另两上去。好，我指这个石头啊，我带夫带领兵将匆匆赶来此身呐。韩奉之公之命，殷勤而为，返回朝班。难道之公回心转意了么？哦，之公依然收回成命了。哦，相反，大夫回兵之公，就是反立新事，不愿分裂朝班，情愿归阴山里。范大夫西施姑娘人臣失职，就该有始有终，怎能前后不一，与理不当。我屡建其功，今北直归阴，久未不忠。你知我报之，念在你我之交，就不难为与你众将官回臣。后会也晚，请